山东的感觉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感觉哦，大大石头这样缠住，就是它好像很少鱼的。看它这边有个特别地方，它好像鱼头入进去。啊？哦，那鱼躲到后面。金龙鱼嘞。
我们那边俱乐部那边有一条这么大条，他们关心的鱼池，关了没有生意，搬家了，跟他搬家了，我跟他讲不可以搬，卖走行了，得了。